头盔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护具，骑摩托车、电动车的时候要佩戴头盔，如果有意外发生，关键时刻是能救命的。种类和材质有许多种，质量都非常好。那么有人就好奇，拖拉机能把头盔碾碎吗？老外作死亲测，好戏刚刚开始。小伙选择了两款不同的头盔，一男一女，还是非常期待结果的。开来了一辆拖拉机，然后把头盔放在车轮的前面，为了让顺利测试，用石头辅助，结果一目了然，头盔一下就爆掉了，碎成了渣渣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结实。紧接着找来另一款，粉粉嫩嫩的，好戏刚刚开始。这款头盔质量绝对合格，拖拉机压过去看起来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，几乎可以说是完好无损，任凭摩擦也不怕。最终用后面的大轮子反复的折磨，才让它变形。安全第一，大家一定要购买佩戴合格的头盔，不要贪小便宜，记得关注转发哦。